今天我跟波哥休假在家，我爸要给我们做好吃的，刚刚已经宰了一只鸡了，现在在锅里面炖。看波哥在我身后剥龙虾了，今天晚上非常的丰盛，转过去给你们看一下呀。波哥是剥小龙虾的，看着我说你是高手，今晚上可以喝点啤酒了啊。老妈叫你去帮她抓鸡，那个有人来我家买鸡。嗨，抓了一只，再抓继续，再把赶过去。就这样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走向你，你的心动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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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要停。用嘛五十块钱，用啥鸡哇？十斤十九，是不是五十块钱一斤？是五十块钱一斤。家里刚好挖了红薯，今天又是用柴火烧饭，我打算去烤一个红薯吃。我挑了一个大的，现在放到灶里面去哦。波哥，帮我把这个红薯放进去烤了它。我们家今天晒了谷子，我爸妈还在那边收稻谷。今天我跟波哥两个人负责炒菜，波哥烧的龙虾可好吃了。